啊，准备，开始。哎呦，这大哥是饿了几天过来的？吃那么大一口。太猛了吧！羊毛哥都没你能吃哦。打算几秒钟吃完啊，帅哥？嗯。二十秒。两分钟。三两吃两分钟，那么厉害啊？谁信你啊？肌肉哥过来也要认输哦。一分钟哦，现在。两分钟有点悬哦，帅哥。三两分吃两分钟，不可能吧？人家二两都要吃四分钟。他这个青菜不是空心菜，应该可以。如果是空心菜的话，估计起码要四分钟。一分三十秒，现在还有三十秒啊，还两分钟，能不能吃完？三八三九四十，试一试。五十秒了，现在一分五十秒。七六五四三二一，两分钟到了，没有办法了。嗯。他今天给了两三个兜兜给我，好难嚼。差一点点哦，可能差二十多秒。嗯。也很厉害了。不是，他给了三个兜兜给我。两分十二秒，挑战成功，恭喜你啊，帅哥。失败了。你很厉害了。那个兜兜的脚啊，我靠，怎么会这样？虽然说对于你来说是失败，但是也是很猛啊。平时没有兜兜的，今天有三。